我们已经和现场抢险救援组，马上就向现场抢险救援组了解情况。这是一条不实信息，没有群众撤离的安排。目前为止没有群众撤离的。仓库八幺二坠海公司爆炸事故。我们第这个到场力量正在开展增减，这个第二个中队到场以后还没下车或者部分下车。 这时候发生了瞬间爆炸。是，但是我们有三个居民小区，是1公里以内。目前事故现场基本已无明火，但各种危化品、香雾混杂，仍然发热，部分集装箱密集点位仍有冒烟。